跟你们介绍一款聪明的调理霜，就是这一款 Balancing Cream， 只需要一小点，质地顺滑好推开，涂完后超滋润。这是一款很聪明的 cream， 因为它会依据我们的皮肤所需要的营养去给我们滋润，所以在我们脸上缺水的时候会给我们补水，缺油的时候会给我们油分。它主要成分含有牛奶素，可以促进细胞生长，加快伤口愈合，还能治疗皮肤干燥。金缕梅可以平衡皮肤油脂分泌，净化毛孔，修复受损肌肤。而且呢，我用了这一款呢有一段时间了，你看到吗？我的肌肤是不是也亮了？